是从仪器、注射、微创到手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提供全方面的知识，打破商业化的谣言，选择最适合的建议。欢迎收看《拆解男女整形大不同》。大家好，欢迎收看科普医美新知。然后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上集已经说过的，就是我们的黄金 V 脸必备要素有哪些？上集已经讲过，就是太阳嘴边肉，改善嘴边肉，改善嘴边肉。然后还有一个下巴过长或过短的症状，对不对？怎么办？这样子。那今天这一集呢，要跟大家讲另外四个要素。另外四个要素是什么呢？好，所以黄金 V 脸哦，听清楚哦，我上次讲了，绝对不是把下巴打出来，或是把咬肌打完叫做黄金 V 脸，那常常打出来是很怪的 V 脸，对，是不规则或者是 U 型，或者是长得很奇怪的。对，所以第一步先检查你有没有嘴边肉，有没有嘴边肉。第二步就是看你下巴的比例，如果没有看到上集的人，是，大家回去看我们的 YouTube， 看我们的微博，看我们的脸书，脸书直播都有我们上集的回放。对，那我们今天要讲黄金 V 脸的第三步骤、第四步骤、第五步骤跟第六步骤，分别是什么？好。第三个步骤是什么？如果你要让你脸V，很多人他会发现哦，我嘴边肉改善了，下巴现在比例好，怎么脸还是不够V？对，为什么呢？对，因为就是像我这个样子，有吗？你说这边不够V？我其实很想用啊，但是我没办法自己帮自己用，自己帮自己弄，就是这里。我说的就是下颌线这个地方，下颌缘啊，我讲下颌缘这个地方，下颌缘，对，就是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它也很重要，为什么？当你的这一条线下颌缘这条线，有人叫这条叫美人线，美人线，对，有人叫 Nefertiti 线，就是你看到古代的美人啊，她侧脸要好看，一定这条线条要明显。是。那这条线条不明显，你怎么做都是不会 V 的。那这条要明显，除了你上面这里嘴边肉要好，下巴要好之外，你这里不能够松，不能够肉太多，不能肉太多，对，不能够松弛，是。好，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个地方呢，就有几个方法。对，要看它的程度。对，第一个啊，如果只是很轻微的话，啊 ，maybe 你可以打打音波、电波，会有音波跟电波，哎，会有一些改善。轻微的话，对。好，第二个是，哎，有些人呢，他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定的松弛程度，那他可能要拉线，那这里就要讲一个重点。因为我们市面上大部分拉线的方式都是直进直出，什么叫直进直出？就是那个线这样。是这样放的，是这样放的。它这个放的原理就是说，它靠导钩，一端钩在上面，一端钩在下面。像这一种方式，它不持久之外，它这样处理这个下巴会非常的有问题。为什么？你这个线啊，在这，你头一转过来，这个线可能就容易凸出来，或者是往后跑没有效，往前跑凸出来。所以我们要拉下巴缘，这个要拉线的话，它一定要是环状，环状，或者是闪电状、环状这种方式固定。他才不会这样跑来跑去，他才有一定的收紧效果。另外就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跟我一样胖，就是对啊，就是这个样子比较多啊。那我们就要合并怎样，把一部分从这里用一个针孔，不用缝，把多余的脂肪溶掉、抽掉之后，再用线把它收紧。然后再把这个脂肪啊回填到下巴，我们用特殊的这个二代八字的拉法。哎，那可不可以请小编再把那个我们下巴美人线的那个特殊的那个做法的 3D 动画？那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步，因为它可以同时改善过多的这个双下巴、过多的下颌缘的脂肪，然后又把它收紧。收紧的不仅是下颌缘，可以收紧这个地方，可以收紧这个地方，然后还可以同时把下巴再延长出来，还可以缩短你的下巴。缩短下巴就糟糕了。我是说，把你那个过宽的下巴把它变得比较窄，变得比较小，变小，这很重要。这样下巴才会太宽，没错。所以这是一个下巴美人线的做法。但是当然，如果有些人很严重，他已经很皱了，然后特别是这里有一条一条像活鸡脖子一样，那他可能就要考虑三层次的下巴的这个拉皮。三层次的，对，那三层次下巴拉皮它有两种，一种是从耳朵后面去拉，一种呢是直接在下巴的这个里面，这个后缘这个地方呢，我把刀很藏在这里，我们要看状况，
啊，不同妆，有的人我们从后面拉比较漂亮，那有些人他这里特别这里还会有几条比较粗的活肌波，我们从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把皮收紧之外，再把底下的筋膜，这里的筋膜有特别名字叫紧迫肌，把这个紧迫肌重新收紧。嗯，怎么收紧？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以前那穿那个马甲？嗯，或是看铁达尼号有那个穿那个马甲，嗯，就这样穿穿穿穿，或是你绑鞋带那样穿，我们就是把这边的肌肉用那种特殊的缝法把它收紧，收紧，然后把它贴上去，好，然后再把深层的脂肪垫需要。把它收上去的，或者把它去掉，那个多的去掉的，把它用完，三层做完，一起把它这样改善。嗯，所以我们要改善下颌缘，这个我们要看它的程度。嗯，好，所以我常常一直在强调一件事，就像我这两天有来咨询，有些客人就说，我去有的地方，他就跟我说，你这个不能手术，啊，但是奇怪，应该是我说你这个千万不要打针，反而要手术的。我一直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医师最好他的专长就是集中在某些方面。像我们整个四个医师，每个医师专长是不一样的。不一样。那这很重要，因为比如说，就像我说处理这个地方，啊，我们的专长就是把它处理好。那你要懂微整怎么做，你也要懂手术怎么做。嗯，你一个只会微整的医师，他不懂手术，他当然都只会告诉你只要做微整啊，再严重也是叫你做微整。就那一个。只懂手术但是不懂微整这些材质差别的医师，他有跟你讲只要手术啊微整都没效，但事实上其实对民众而言他要的是什么，什么最适合他。嗯，所以你要找的医师应该是他的专长就是处理这个问题，而他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很多种，从这么多种里面他给你适当的建议，适合自己的， 对， 对， 对，而不是说他只会这一种，所以他都告诉你就做这个就好，这很重要。所以我在跟大家讲的时候，这个我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会告诉大家有很多种方法。嗯，这就像我们手术同意书上面都有一件事情，上面其实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它上面手术同意书其中一件就是说，医师是不是有告知有其他不同的处理方式？哦，你看手术同意书里面的，看清楚啊，它的第一点就是这件事，欸，不是从头到尾你说，哎，这个就是啊，只能做音波啦，那个其他都没有用啊。不是这样的，直接跟你说，是因为处理这个东西，它的确很多方式，只是你要告诉他。这些方式优缺点是什么，那你适合的是什么，嗯，当然有的时候你自己也要懂一下，所以看我们的节目目的就可以知道了，然后吸取很多知识，是没错，真的。再来黄金 V 脸第四件事，第四件，哎，突然间跳到上面去了，对，哎，这边是哪里，什么意思，你要 V 脸跟这个什么东西，这里是什么，太阳穴，太阳穴，对，你就是夫妻宫，对，哦，这件事很重要，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像很多人这里已经紧了，这里下巴没问题了，这里上去了，那他这里很凹，他的脸就不是漂亮的黄金脸，他是菱形脸，菱角，对，菱形的，因为变成这个样最凸，为什么，因为他太阳穴太凹，嗯，所以你要把你的脸变成漂亮的鹅蛋脸，漂亮的黄金脸，嗯，你的太阳穴必须是饱满的，嗯，不要凹下去这样，是，那其实一般我们太阳穴又分成几个位置，哦，太阳穴前下后上跟颞前，这个每个地方它的意义是不一样，这个也我之后再找一个时间好好跟大家聊，嗯嗯啊，但是重点就是说你黄金 V 脸这个地方绝对不是只有处理下面哦，你的第四件事情就是你要让你的太阳穴饱满让它顺畅，它看起来才是漂亮的，才是平顺的一个弧度，对，啊，这是黄金 V 脸的第四个步骤，第四个步骤，啊，那至于要这太阳穴要选哪些材质呢，啊，我们可不可以下礼拜我们再来好好谈这个部分，因为每个部分有很多可以细谈的。好，那黄金 V 脸第五件事情是哪里？脸颊的凹陷。脸颊凹陷。脸颊的凹陷也有分哦。我刚刚说太阳穴我们分成什么？就是前凹、后凹跟颞陷。脸颊也有分哦。脸颊分前凹、中凹跟后凹，这个我之前有讲过，前中后，对不对？对，前中后。这前中后的成因它是不一样。那一般我们如果漂亮的黄金 V 脸，我们当然不是只要它尖，我们希望它什么？它是顺的，嗯，顺很重要 ，smooth 很重要，嗯。那如果你的这样拉去，这也饱满了，就你脸颊这里有凹，它看见什么？凹凹凸凸，嗯，哦，那就不漂亮。对，所以脸颊的凹陷我们也必须去处理它。那你要分辨它是前凹、中凹还是后凹，它的原因是不一样。哦，那为什么不是一开始重点来？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处理凹陷？因为我也常常看到，就是我遇到这种客人，我就非常
不喜欢。为什么？看到他这样，我就觉得他这样很可怜。他会觉得说啊，我们应该针对就是哪边凹，你针对哪边凹这样子。不是，是我最常我现在很常遇到的时候是，他客人来哦，他来的时候，他这里已经被填了东西了，然后嘴里肉有很大一块，哇，那我就头大。为什么我要把他之前填的东西先把它去掉一些？什么意思？我重点来了，我刚刚说我们脸颊这个地方要分前凹、中凹、后凹，那事实上呢，这凹你还要分辨。有的这个凹哦，它是因为下垂造成，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地方，好、哦，来我们转过去那边啊，你看这个地方这个重要的部分，很多人他这个地方凹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夹趾垫它掉下来了、掉下来了。好，结果他是可能在其他地方医师呢，就是说啊，我把这个地方填起来比较好看，就把这里填起来。你填起来对他脸顺的，可是他这一块嘴唇上在这。他脸还是没有，不是黄金 B 脸啊，对啊，而且也看起来是变大的啊。事实上，这种状况，我们把这一块垂的嘴没有把它调上去，嘴没有不见了，脸凹也改善。你根本就，所以为什么脸颊凹是第五个步骤，而不是一开始就要处理的？第一件事一定是先处理你的嘴没有，嘴边肉，因为常常嘴没有提上去之后，你的这个凹。也改善，你就不用填那么多，所以你要按照这个黄金 V 脸的六个步骤去做。当你嘴边肉改善的时候，很多人根本这个颊凹也改善了。如果你嘴边肉提上去了，他脸颊还有凹，那个时候再填。你那时候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再去，你要填的量也比较少，一点点就好了，一点也不会变大。所以我来说，这个是黄金 V 脸，这是第五个步骤。第五个步骤，你要去，所以你要自我检测这六个部位的时候。这件事就很重要，它有凹，但是你要知道，它不一定是真的需要填。然后很多时候，你把一开始第一个步骤嘴边肉你改善的时候，这个凹就已经改善。所以它第一个步骤一定是改善嘴边肉，而脸颊凹是第五个步骤。好，那最后一个，最后一个，第六个，就是什么？大家猜得到，就是消除咬肌。咬肌对，那消除咬肌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技术。坦白说，我常常都跟这个医师讲说，甚至什么，就是有些年轻的医师啊，他们有些或是有些医师，他们跑来做医美啊，其实常常做的第一个步骤是打咬肌，因为咬肌很简单。可是事实上这里面蕴藏着很多要注意的事情、啊、我们的咬肌啊，在这边吗？对，来，我们转过去，用力一下，这样子。对，很多人知道用力一下，这里是一块方形。事实上，咬肌它不是一块方形，咬肌它是这样，然后到前面它会这样往前。还要往前哦，它是这，它是这样，它是这里是颧骨嘛，它是这样往前的，什么意思呢？这上次到现在还没学好嘛，来，这个咬肌呢，它不是这样下来的哦，它是到这里下面，它会往前哦。好，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技术，而关键也是在于细节。常常你会让你咬肌会让你觉得方的地方是下半部，你下半部削的时候，你这里就会缩进去。好，这是大家都知道。你打上半部这里这个地方会有一些问题。首先，打上半部后面这里是没有一的。因为这里上面是腮腺。你根本就很难打到咬肌，所以这个后面这个区域，一般你打了是浪费客人的剂量。前上方这个地方打了咬肌，很容易造成它的中颊凹会变得更明显。而且前上方这个地方咬肌打的时候，不只是中颊方很明显，当你这个地方打多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少了支撑，它这里嘴边肉会更严重。所以打咬肌重点还是在下面。那下面一个是后面，一个是这里。还有一个很容易忽略的是前面这里。因为我刚刚说的咬肌它是这样往前延伸的。你这一块如果没有打掉的话，你会发现这里还是会凸出来一块肉。它就不够 V。但是如果你的嘴边肉如果没有先处理，你这里一样打掉的话，这里一打掉它怎样，它会更垮。我记得我上次有跟大家讲，嘴边肉有分三种，第一型、第二型跟第三型。第一型是浅层的，第二型是
那个深层的，深层、第三型是中层的中层。那如果你前面这个，你如果没有先处理好嘴边瘤，你打了这个地方，为了把这一块咬肌打掉的话，会导致你的中层的嘴边瘤更明显。嗯，如果你嘴边没有先处理的话，你打在上面这个梁，会导致你的深层的嘴边瘤会更明显。嗯，好、所以打咬肌虽然很简单，但是它也是有一些小技巧。OK。了解，所以我这两次跟大家讲 ，V 脸黄金 V 脸有六大步骤，对，要按照顺序。我再讲一次哦，第一件事，你回去自我检测一下，你等一下看镜子，你有没有嘴边肉？嘴边肉，你有嘴边肉要先处理，先处理嘴边肉，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先打咬肌，你有嘴边肉它会垮得更厉害。你有嘴边肉，你先把它提上去，有的时候还可以就改善加凹。还有，当你有嘴边肉的人，你把它提上去的时候，有些人觉得我下巴很短，一提上去，哎，发现我下巴其实没那么短，只是因为嘴边肉掉下来把它掉下来。所以第一件事情是处理嘴边肉。对。第二件事情是适当的下巴比例，你要看你的下巴的长度、宽度跟挺度合不合比例、有没有过多或是过少。是。我上次也接到有各种方法。第三个是改善你的下颌缘，下颌缘，对，下颌缘呢，那看你是轻微的、严重的，还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轻微的、明显的、非常严重的。那像现在我们用这个八字美人钳，它有多层，一个改善过多的脂肪，又可以收紧下颌缘，又可以收紧这一块，又可以收紧双下巴，还可以下颌缘，我觉得是很好的方法。嗯，好，在第四个步骤就是跳到上面，你的太阳穴要饱满，好。再来第五个就是，哎，你的这个脸颊还有没有哪里有一些凹需要填的？对，在你搭完嘴边肉之后，看哪里还需要填。脸颊凹。对，最后一个才是处理的咬肌。咬肌。OK， 应该很清楚了吧？很清楚。好，记得要按照顺序。没错。自我检视一下。对。对，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直播下方留言给我们，或者是加入我们的 LINE 跟 WeChat Renew Clinic 6。我们的 ID 是 Renew Clinic 6，然后呢，记得把我们的直播分享出去给大家哦。Renew 其实现在另外一个 ID， Renew Clinic 就是 Renew Clinic。哦，你那个六，你要加或不加都可以。那、如果是 Renew Clinic， 回应会更快。哦，真的吗？现在有一个更快的管道，所以大家也可以加我们的 Renew Clinic， 没有六也没关系哈，两个都可以。好的，那今天呢就要跟大家呼吁一下，就是说想要做就要找专业，想做就要找专业，没效才是最贵的哦，没效才是最贵的，跟大家呼吁一下。然后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咯，拜拜。